天启三年之前，我生活在蜀中。直到数月前，一个下午，有一个孩童送来一把折扇，一个地名。那扇子我记得，那山我永生难忘。于是辞别养父，走陈仓道路汉中，一路向北，到这边陲之地。 咱店的羊肉可是远近驰名。那先来一斤半，再来一斤酒。哎，来的，赌一把。<笑>有点意思，这次我赌两坛。愿赌服输，我喝。 小二，再来10坛。好嘞，小二，这把扇子认得吗？嗯，哎，冲儿，快把羊脑汤给阿婆端上去，磨磨蹭蹭的，凉了不好吃，白浪费我一头好羊。好嘞。喂，那个铲膀子的，你赌多少坛？ 俺八孩子准头，没有敌手的。好酒。今日我有事，没心情陪你玩。哼，由不得你有心情。哼，俺这把刀，那可是天上飞来的神铁锻造，重98斤的，杀人无数。你，哼，小娃娃，我看你可爱。 你不要不识相，坏了咱俺八孩的性命。他果然很像，果然很像。阿婆，你的那把扇子怎么会在他那儿？13年前的旧账没算干净。 天道苍苍，老天帮忙，要人该死了。首领，干了他！首领，扒了这两腿羊的皮。看跟咱们首领横，这羊脑子怕不是被这戈壁的风沙给吹坏了吧？杀人无数，没有王法吗？ 扒了他的皮！
刀下那些冤魂，寻个公道的。<笑>有点意思，你把他们都杀了，很好。老子今天居然栽在你这么个小白脸手上，把你剁成肉泥，戳到老子这口恶气！ 江大海吗？放心，杀死你以后，我会让戈壁上的秃鹫在太阳底下把你啃个干净。差点忘了，你只是躲在戈壁里的野狗。不过不要紧，我这把江海阔，马上就能带着你的灵魂去看看戈壁外的世界。